帅哥现在一个人跟老婆没有一起住？没有啊，我很多非常多年了，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嘛。那不小心跟孝萱姐差点遇到，我二十几年没有看到她，希望她一切顺利。吴宗宪自曝分居张薇薇，松口谈旧爱陈孝萱。翻天！哎，你们是维安人员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翻天！这国际地狱梗者综艺天王吴宗宪感慨，经他儿子露西派还有公司旗下艺人出席一日店长活动，而女儿 Sandy 目前怀上二宝，被问到红包会包多少，红包包多少？刚刚我们一起吃饭的钱还是他付的对，刚刚是家具啊，我们那个都会有个 family day啊，所有人啊，他们到带着小孙子，你阿公要抱一下嘛，阿公是一个没有家人人员的，我现在是独居啊，因为没办法啊，因为他们就逃哇，小朋友你要抽血呀，怎么可以啊，我一天抽六根，女儿允许我抽烟啦、啊、我跟她讲，爸爸抽的不是雪茄，爸爸抽的是寂寞，我老婆怎么寂寞，我自己一个人独居啦，现在是一个人住独居，我的房子还蛮大，两天打通我的房间进去，就好像雪茄爸一样，偷偷一直脱光，然后躺好。那可以，旁边就是浴室，脱光以后，我在浴室怎么没有声音？吓一跳，赶快冲起来看，好可怕！完了 ，Cindy 姐姐叫那个阿姨过来打扫。没有，刚好让她看到你的雄风啊。那个阿姨后来跟我说，她怎么了？你让我准备一下。喂，那薇薇姐是住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也是内湖啊。她有在联络吗？有啊，哎呀，就不要问这个，一切都好，非常好了。对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们很虔诚的基督徒嘛，他们一心在教会服事。之前那个无聊咖啡厅好像不小心跟孝萱姐差点遇到。我二十几年没有看到她，希望她一切顺利。阿姐流泪的经验吗？当我跟你分手那一天。我迅速的转身离开，我没有再回头，不是因为我不再爱你，而是因为不想让你看到我流泪的双眼。哇，好感人哦！